有興趣嘅阿超希，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你可以你可以過嚟九龍站度揾我喎、啊
OK OK。朝翻學，聽朝翻學。
等頭先個位可以轉彎噶嘛，跟住落嚟呢度。因為等我哋呢度新用啊嘛，其實呢度我知呢度新用，但係頭先係可以喺做一個路口左轉。哦。左轉咧就落咗嚟呢度，咁啊唔使兜呢邊，起碼唔使行，唔使等先啦。呢度一落啊嘛。啊，咁喺呢咁結用，短咗好多噶。哦。係真㗎嘛？即係如果純粹接駁用途嘅話，其實唔需要行，唔需要行啊。喂，咁啱啱嗰只右邊係右邊入入未起喺邊嘅咧？右邊。咩右邊？呢邊。啱啱嗰個十字路口右邊。唔係去西九龍唔係中心咯。哦。我快出區嗰度。西九龍轉咗就西九龍站。呢度唔係西，唔係呢個頭先嗰個迴旋處過少少，嗰、那個路口過前少少咪西九龍站。喺南昌站嚟咗啦。掉頭回旋處，跟住埋觀塘站整個站咯。嗯。你最多，因為你成日星期日個回旋處應該唔塞噶嘛，車路噶。咁啊係。應該唔會太塞噶嘛。你平日就話塞啫。即係如果你純粹係愛嚟接駁用途。唔係，其實呢個位行仲遠啦。不過如果我知道啦。觀塘站一落，其實係行去嘅，但係。尋覓個經驗係排隊一排，係嗰邊排隊。你落咗去，你都要行翻到嗰邊再過嚟。結果應該俾翻車開咗啦。我唔知啊，我頭先睇ETA， 我見到17:15啊，即係五點。我知啊，但我睇 ETA 見到仲有車喎。唔係，但係九龍站嗰邊係六點。我知九龍站六點，觀塘站5:00，但我頭先睇 ETA 仲有車咯。下經驗。係啊。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即是我見到五點之後還有班5:15，五點有兩班，跟住5:15一班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也有後悔。如果真的跟 ETA 的話，我其實應該搭到中站。我怕趕不及，我先在回旋處拍咯，在九龍灣上車。昨天有事就走，昨天有事就有事就走，今天走。結果因為要開 WEW 塞，結果好似有幾番次要冚車啦。尋日都見到有 W 一啊，喺度試車。有啊。結果冚車嘅有15號咯。其實可以減免一 mix 嘅，不過佢條定線有啲問題嘅。聽一到站冇聽過。都係巴士貴咗。唔係，其實佢可以左敦頂啲站，即係左敦頂。一個站，哦，即係頭先經過佐敦啊嘛，喺度停一個站，佐敦道停一個站，可以做埋佐敦塔啊嘛。你如果單靠呢種字運到，同埋佢同 EMX 係逆線啊嘛，變咗你搭 EMX 嘅你未必搭到你㗎。喂，但係呢架仲要平過 EMX， 最搞笑係，嗱可能今日啫，你真係正線得佢都唔知幾多錢喎。係啊。我好難講個頭翻嚟嘅，應該回程都搭，但係應該見唔到全程啦。睇下個睇下靠佢用唔用，應該全程。我哋唔使嘅嘢，還買啲上膠。佢正常應該頭先行係啊，嗰條路一落已經轉彎，已經慳咗呢啲位啦。即係如果你淨係想接駁用途嘅話，你淨係呢兩日行，你唔需要跟正線行。不過可能粗車咯，你即係當粗車用咯。即係如果正線 W2 都係咁行嘅，真係我覺得真係有少少失敗。應該擺藍田站，然後跟翻。而家唔識咁行，即係最少喺觀塘整個站，即係唔係咁樣逆線咯？咁逆線真係好點？我嚟到啦。